别哭了，青青，你妈妈过两天就回来了。青青，哎呀，青青的话，你可是安慰了，快去洗洗吧。妈，他们给你买了新衣服。哎呀，你花那钱才干啥？我这不是有衣服穿吗？青青，你怎么不和妈妈说话呢？哥哥，你是怎么醒来，妈妈就不见了？我不好意思吗？妈妈又没了。妈妈不走了，妈妈在家就陪着青青。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，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好，一家人团圆就是好。点击左下角下载狗图大作战，胜利的话一起来玩。啊！同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迟到了，老师把我赶出来的。周老师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！哦，校长好。你意思一下就行了，你这样让他怎么听课？哎，知道了，校长，您说的对。好了，回教室听课。我不进，我可是组作业，就让我进去，还等什么呢？快点进去。我迟到了，我就在外面听好了，知错就行了。快点回去上课。不用了。